小心哦，它有那个哦，它既有虚弱键。你冲了，我小心，你刚跑去哪？喂，速度时间，喂，你有烧到他？这个哦，把他打回去了。矿洞有人哦。哇，还有烧，他有燃烧键。哎呀，保护200哦，不要跑。效率，哇、哎哦，巧克力仇恨值30。最后只三十八了啦，超高哦！你看呐，三八啦，你像太多，来喽、欸！我快没青金石了，有在挖星星点，华星又是异世界，异世界很不错、欸，什么异世界？哎呦，他们都冲出来了，他们来了，我来了，我来冲出来，我也冲出来，我来，有哈基石，烧死你！烧，先烧一个。在他面前吃牛排，横扫之刃都没有强、欸。背刺，哎、欸，背刺，背刺啊！保护，几乎都没什么背刺到。对啊，太难发现有没有背刺了，真的。星星重要。捡繁星，捡繁星。我青金石用完了。我家送一批过去。啊，这，你等下顺便送这钻石，好、哦，九颗钻，看要玩什么都行。嗯，我觉得我也要来做水桶了。他们好，你要捞东西了吗？他们很烧啊，他们真的很烧。好，我有铁，我有铁，你可以直接在前线做。嗯，我身上也有，刚刚有拿到。好，来做。他们又在想要偷挖青金石了，团团。好，来，走，怎么又是强附魔啊？来喽，给我个破影盾，烧死你，小烧死你，一本都换蛋，走开，走开，没有干掉他，干掉他，我从另一边来，中午啊，我们要退了，呜，不用怕，结果锋利有啦，锋利一的输啦，叠啊，那我们来叠吧，我刚刚有一个锋利一的，那我扶上去。啊，有繁星现在很多啊。好了，那我回去付了。这样，嗯，这样吸收剑石。所以我们虚弱打他们会痛吗？你刚刚丢空，捡回去了。下按错。幸运，速度，这里是书，锋利三的书，背刺你。哦，找到了，等一下、哦。怎样？锋利三的书。我也找到了。继续蹲，我们蹲就好了。靠近核心，靠近核心，蹲着。啊！那手痛。你不是叫我靠近吗？我忘记跟你说那边有洞的。有洞要小心。你可以后面。哈基打死，哈基打死，哈基没那那。死了！太快了吧！所以这个条很多啊，好，家里还 OK 吗？我没有青金石，哎、欸，锋利斧完全都在打人，我没有青金石，锋利斧有，他们有锋利斧哦，先给你，斧要出来了、哦，没破到了，哎、欸、小，有了，哎、欸，我们现在还是有虚弱，锋利几啊？哎、欸，真的、哦，那我这锋利三，我们还是来，给你，要不要两个锋利三分开用啊？分开吗？两把锋利三也是可以啊，也是行。哎、欸，你有木棒吗？有，我有。来，那这给你三个。什么东西？啊、我们现在有斧头，你做斧头。现在没办法打架。哦，来，都给你了，打到他们家里。锋利斧一把，我等下运资源，我运过去。哎、欸，我捡到地狱、啊，等一下、哦。OK， 地狱什么？我点到地狱之心哎、欸，刚刚出 bug 的样子，抽到的吗？我干嘛？我没有抽啊，我也不知道你干嘛吧。是繁星点那个的 bug 吧？来做烽火台吧。哎、欸，对啊，做烽火台啊，做得出来吗？做不出来吧？没有。哎、欸，前线的你们在哪里？刺客吗？啊、我们在他们家的黄金洞。黄金洞吗？哎、欸，有一把锋利四要出来了。哎、那个什么青金石，来，快点名哎、欸，点名。这什么？明先回去，被雷劈晕眩了，完了，这个会很哀伤。完了，好像来不及。
然后他们我觉得先砍了他们一个人就没有办法回家了。来，我们都已经在回家了，没关系，拼了，快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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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回来，回来了，哎呀，我们先，我们先，哎，巧克力，巧克力，不要动，巧克力，不要动，好好，散哦。我们家，我们家下面，下面，下面，我们家下面，他们在想偷来，他们要偷来。好，我也下去。外面有一个，外面还有一个。好，外面还有，外面还有，还有，他们还有。哎，那个你上面的有没有人？上面有人哈。他们全部挂住了，这边挂住了，上去，全来，他们全来，他们全来，全来，全来。杰克在你后面。哎呀，我砍他，我砍他，快快，全来了，全来了。没事，没事，没事。剩那一只，不要动啊，二弟。我要被搞了。白龙，我看到了。白龙。我丢的。矿工就是要这么玩啊。你又惨啊！对，因为我在刷木魔，我在刷木魔。哇塞！意外之财啊！意外，这是意外的。我在刷木魔，所以有垃圾就往下扔，就对。你是说因为他全身满吗？对，他找不到东西。哎，你拿斧头，你拿斧头，我们要用。玻璃四，那你跟巧克力换，你跟巧克力换。我这一是封三的，哎，封二的。哎，我刚刚不是给你封三的斧头吗？哦，封三在这，封三在这。没有，还一个，还一个，还一个。你拿，我现在有那个封四钻斧。有两把。有两把。对，还有一把在谁那？我是问这个。我这边只有拿到一把，哎，我刚刚只有吸到一把。封三之中，在我这。OK， 有拿到就很好。嘿嘿，我来抽，我只在刷附魔而已哈。强效隐形药水，哦，五分钟的隐形药水。我想要亲人，亲人是那个吗？特殊道具。哦，现在要40才能亲。40，有我40，跟谁讲？法师吗？法师吗？哎呦呦，40，挖矿大赛，挖矿，挖什么？给你大量经验。各种挖都可以，先亲他们一个人，2005挖，挖矿，挖矿，一个人可以挖。我继续守家，我继续守家，我挖，我挖，你守家，你守家，我在挖。2005，我要看他们会挖哪个洞的。哎，他们都没挖，是不是要进攻？有可能，家里要守一下。现在他们家里三个人，他们家里三个人，他们家里三个人。注意哈基在家，哈基在家。刚刚看到哈基在家里，还有杰克，我们也觉得他们俩杰克吧。现在是20、泱泱、哈基跟小雨在他们自己家里。哎、欸，我都没看到泱泱、欸。刚刚绿宝石可能还是用那个才对，发光。哦，好的。哇，24等，发光是找谁？亮一样，泱泱法师吗？哎、欸，有人挖我们家墙壁哦。可能是那个哦，杰克哦。我看到隐形效果，看到隐形效果，后面、哦、这边有点木材，打谁？有打到了，想打谁？他亮亮的哦，他亮亮的哦。那是谁？那是洋洋吗？杰克，好像是他拿棒棒，是不是？没有，这是他们的附魔台区。哦，挖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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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杰克跑掉了，发光在这里啊！哎呀，附魔台藏在这啊！赶紧走，赶紧走，赶紧走！好好，走。哎，为什么没中？黄金。哎，还有一只，还有一只，发现还有一只。那他们那边两只，家里还有一只。在哪里？在哪里？在后面，在背后。偷他们的宝箱，偷他们宝箱。啊！可恶！在哪里？把宝箱弄爆！偷东西太麻烦了，弄爆就好了。我还不能让他们发光，我还不行。哇！我不行，血有点低。血有点低哦。好，你小心。发光是哪一个？杀死了，杀死了。法师，30颗绿宝石。30哦，不够。哎，掉下去了，掉下去了！打一下小雨，跑！你缺几颗？八颗。又发光，又飞起来，他们总是一直飞啊！哎呀呀！我只有两颗。在后面，在后面。谁？隐形的是谁？哇，我飞起来了！拿着棒棒。杰克，就是你。你直接走过去打啦！我们已经打，我们已经在他们家了。是啊，不是啊，我说杰瑞啦。对，我在。后面，他们在后面喽。正后方。在我这，在后面喽，我们直接打到他们家了，有机会挖到一下，到前面了，两下，我在打小雨，我这边跟杰克先互打，而且常常一直肚子破洞，肚子破洞，肚子破洞，他打可能会那个，他会饿，吃个，
四个，四个，四个！哎呦，还是三级头还在。哈哈哈！他们外面有蛋糕，我把它吃掉。是二零，是二零，我看到了。哎、欸，家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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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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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还是有，还是有，还有二零哦。团，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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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没有，没有，我在跟杰克周旋。等一下，都没事了，都没事了。有在周旋就好，有在周旋就好。你说三十个绿宝石啊、哦？嗯，好。哎、欸欸欸，不要让我打！哎、欸欸，可是现在这时候用的话，不是就算不死了、有可能试试看啊？不知道哎、欸，怎样怎样怎样？试试看，因为天眼冰，他再加上我们家受伤，我死了，我死了，我死了。测试啊，当做测试。好，再挖一下，走了走了走了。嗯，他们有还有发光吗？有，他们正在发光，都在对面。他们都在发光，他们都在发光。不是，他的意思是说会更快消耗减少，不是吗？对啊，刚刚凋零这样子，好像还在发光，是不是？应该还在吧？他们都在发光，都在发光，四个发光。那这个凋零不会影响我们天眼的问题。嗯。二零零，你发光要去哪里？没装备。啊，你去烧死烧死。好险！我刚刚死掉都没有掉装，吓死我！因为他们已经脱光光了，太小了。拿到一堆垃圾，哈基从这边来哦。有，我来了。没有任何的东西。我们要大举入侵啊！大举入侵了，大举入侵了！走走走走走，反正有发光。好，嗯，那我就继续在家里等吗？那继续在等好了。有发光机也可以往前一点。嗯。来扔一些垃圾给他们，我还给你们输哎、欸，给错了。哎呦，哎、欸，繁星点点，嗯，抢亲信喽，不管，直接打他们。二零在往那边冲哦，你们小还要小心哦。好的。二零在往那边冲。好的。好。是二零先，他惨了，他惨了。嗯。烧他，烧他。主要先嘛，烧到他们。中午了，中午了。中午了，我们跟我没关系。好，我闪，我闪。而且我可以，主要是要烧他们。哎、欸，那个小雨掉下去，小雨掉下去，趁现在。嗯，你们挖，你们挖，他们在外面打我，他们在外面打我。哦，我跑进来了。我干掉一个。我来。哇！你是要让一些人掉到我前面？没看到你在那。我们家有人在养仓鼠啦！仓鼠是谁？仓鼠？什么仓鼠？我一直关到队友。你没看到这是仓鼠洞吗？对啊，可以跑进去啊！可以在里面跑来跑去，可以在里面跑来跑去。他手人掉下去。我有看到杰克被掉下去的那一幕。小雨掉下去了，快来挖，快来挖！超惨的，自己的洞自己挖到。因为你们在外面啊，如果你们进来的话，你的父母好夸张哦。对啊，那个家里蹲的给的经验太多了，太多了，真的太多了。我们前期几乎其实就只有允月一个人在农经验就帮我们，他就一个人蹲，然后就是宅经济各种的世界附魔全都来了，然后那个全部都保护四保护三这样。哈基，我要回报一下，那个我是刺客，欸、但是蹲着还是会得给经验值是正常的吗？啊，对啊，真的是每个人都可以啊，哦、每个人都可以吗？给太多了吧，我一直以为是只有守护者而已，哎，原来是全部都有。之前不是说只是给守护者吗？对啊，我记得之前你那时候在想的时候好像是这样。对，每个人都有经验，而且经验很大量，还蛮可怕的。很多，差不多。对，下修。啊，所以刚刚为什么杰克打我会虚弱，他还没虚弱啊？中午的时候，我也虚弱啊。啊，可是你打到我、欸，虚弱正常啊，啊，矿工虚弱不正常啊。对，矿工就不正常。嗯，因为那时候他没有办法打到杰克，对啊，虚弱传染，我只能放技能就好了、欸。对啊，到时候看一下地录档好了。好啊，嗯，对啊，好，没关系，其他都还好。嗯，就他们比较夸张是经验而已吧。嗯，这个好了吗？木头要挖那么多干嘛？补路啊，盖桥。就对啊，你看天上这个桥，你看在天上桥这个桥，天桥的八七。铁矿，因为我们想，你知道我们那时候在算，因为你们刺客有好几个，刺客不能用弓，我们有两个刺客，所以想说那就干脆我们用天桥路，因为他们弓比较少人可以拿。
哎，是这样想，是这样天桥、啊。原我以为是你有个任务是中央占领，然后在天空。那还想说是不是中央有空中有任务，赶快我们盖一个沒。没有啦，没有啦。要重则盖，赶快盖一盖。对啊，啊对。然后那个泱泱的那个铁，我最后跟那个团团说：“哎、欸，泱泱在挖铁，过去过去。”然后就发现你们的附魔台藏在里面。对啊，你们竟然藏在那边，直接被抓到。没有，我们一开始在想说，到底是要放在矿坑还是放在中间？我们也是最后才发现的、哦、对啊，前面都没发现到。黄金，哇，黄金黄金哦，四百，各种挖，在聊天哇，天真，哦，也是很多哎、欸，哇，绿宝石龟那边，你们几乎都没有在挖黄金绿宝哎、欸，因为矿工少，矿工一个，嗯，矿工一个，他来了，这比较累一点。哦，哇，你要再偷挖的哦，偷挖九颗，偷挖的，核心，十八三二，这一次、